和姑姑婶子聊天时，有一件小事触动到了我。婶子，给说说哪个了？莱奥克莱。哎呀，莱奥咋不敢说？敢了咋？现在要不让来呀，不敢说来呀。哦，就是多高？那就是出地克来。哦，就出地克来。出地克来。你们吃了什么饭啊？吃了羊肉叉叉套熟饭。哎呀，这哎，有你不记号给你冲上。冲电话。哦。啊，那行。